家好，今天是西雅图的礼拜六，现在是中午的12:30，然后已经1:30了。那我们要去吃 waffle， 然后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行程，就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就然后这间 waffle 店是在家里附近 ，waffle 也是我们第一次去，所以带你们去看看，就是好不好吃。现在在下雨。OK， let's go。然后就选的没那么好吃。那我们现在刚吃完 waffle， 觉得它就是一间很普通的 waffle 店，就是可以自己在家里做的那一种，就是没有那么特别。那我们现在准备回家。那接下来再看看今天要做什么，但是我们有就是计划要去吃意大利面，对。快4:00，然后我就想要吃一点东西。现在用维力炸酱面，7:30，然后我们要去吃一间意大利面，所以我们整个下午就是在家里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去吃晚餐，然后等一下应该会去 bar 之类的。对，那我们就出发吧。今天的天气超级西雅图的，就是一直疯狂下雨。然后我们刚下公车，我们要去吃饭。其实手机拍起来蛮好看的，因为我刚刚相机没有电，所以我现在改用手机拍。现在西雅图在下雨，可是已经比以往好很多了，现在比较少下雨。要怎么走？
脸很棒，脸好嘟。好喝，超好喝。大碗要喝对了。我们现在在等桌子。So can I get a special today? Sure. 我点他们的 special， 然后 Michael 是点一个红酱，然后上面有很多的 cheese， 吃吧。我们现在才刚吃完饭，然后我们其实刚排了一个小时才进到那间餐厅，但是我觉得超值的，因为我觉得他们超好吃的。我现在好喘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那现在我们要去一间 bar 跟我的朋友会合，然后就跟他们 say 个 hi， 然后一起喝喝酒这样子。Hello， 今天是西雅图的礼拜天，然后现在是下午的1:20左右。那我们现在要去一个农夫市集，因为他们今天有一个就是很多 food truck 的活动，然后所以我们想要去看一看，然后看有什么好吃的。那就出发吧。西雅图真的好漂亮，我最喜欢就是好天气，看这个水啊，然后还有湖。我们快要到那个 Farmer's Market 了，大概在5分钟。哦，对了，这个 Farmer's Market 是只有礼拜天才有，所以假如有兴趣的人要去看的话，就是注意一下时间。然后其实Farmers Market 的话就有点像台湾的夜市，然后他们只是把时间变为早上，然后他们没有夜市这种东西。所有的 cheese 都放在里面，超好喝。可是我觉得 cheese 吃太多有点恶心。Hello， 我们刚回到家，所以其实我们刚刚没有在那个 Freeman Sunday Market 待太久，因为真的太冷了，而且最后还开始下起冰雹。那现在是西雅图的下午3:50，那 Michael 刚好也和他朋友要约去打网球，所以他就先送我们回来。那想要跟你们介绍一下，就是我刚刚在 Farmers Market
找到一个东西，就是给狗吃的，所以它有点像是狗的大麻，就是大麻那个植物可以萃取很多不同的成分，所以有些成分是给人吸食，然后有些成分是可以拿来做其他的用途，那其中一个成分是可以给狗去食用，这个功效就是让狗可以就情绪比较稳定一些，所以我觉得这很酷，那我们就是买来试试。 Michael 买了珍珠奶茶，然后我们要准备出门去买我新的相机镜头，因为我觉得这一颗就是因为现在太近，就是要拿得很远，然后才可以就是把很多东西都拍进去。那我们要去买再更短一点的，是 10mm 到 18mm，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不用手每次都一直这样拿，然后结果还是没有办法把东西拍得很好。要出门了吗？好啊。Michael 信在这吧，就是把这个栅栏弄得更稳固，因为我们不在家的时候他都会让自己偷偷跑出来，然后他昨天就自己偷跑出来把很多东西都打翻，然后也把我的水壶都打坏掉。觉得好烦哦，觉得看镜头讲话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，因为镜头看起来就很无聊，忍不住往那个荧幕那边看，可是镜头在这里，我要看镜头。好像还是关不住这只狗，它还是跑出来了。你们可以看得出来有任何不同吗？好像真的是不太一样。耶、yeah, ，我买到我新的相机镜头了，而且我刚发现这个是在哪里？这是台湾制造，你看台湾制造，觉得很开心。好像没有办法对焦。Best Buy 完之后要来 Target， 我们来 Target 买什么？忘记了。但我们干嘛来 Target？ 可乐、牙膏。哦，对，好像是这样。Danish 哦，那个面包 ，OK 好。还有这边有 Pizza Hut。哦，不用。我不管，我一定忍住。我上次都没有吃到 Pizza Hut。阿姨，你看到了吗 ？Michael 要吃 Pizza。我要 Pizza Hut。哎，等一下就要吃晚餐了，干嘛？你已经差不多已经没有办法买 Pizza Hut。哦哟，你可以自己偷偷去吃 Pizza， 我看不到你。你为什么一定要在我面前吃 Pizza？ 每一次买一个 Pizza 要叫。哎、欸，这就对你不健康嘛，好不好？啊，你以为拿这是来上？我上次吃到披萨的时候，牙膏。OK， 所以要去买牙膏。哈膏？不是。我看，我知道哈膏是那个隐藏的。配色这样子，你看就翻脸了。我哪有翻脸？啊，牙膏，还有可乐，因为我们最近。超爱喝可乐的、哦，可是可乐对你不好啊。我们也没有，我也没有喝那么多啊。你那边吵。还有 Danish， Danish 是一种面包，然后它里面会放一种甜甜的东西，还蛮好吃的。我喜欢吃不微波的，然后他喜欢吃微波过，很奇怪。哎，你在哪里？extra whitening 还是？我要 extra whitening， 而且我想要买一个东西，就是可以让牙齿变白的，就这个，就这个，就是这种东西啊。反正我就要买这个，我要买这个最便宜。耶、yeah, ，买到了！我觉得我最近牙齿有点黄，所以我想要试试看这个东西。为什么都没有办法对焦呢？你们可以去 App Store 下载他们 Target 的 App， 假如你们是住在美国的话，然后它这个话你就可以去 scan 它很多东西，然后去找找看它有没有什么折扣。其实 Target 给的折扣都还蛮大方的，就这个 Cheese Danish。我们要回家了，对，现在是西雅图的晚上10:22，然后我们刚从 Michael 的表哥家出来，恭喜！那些字根本就找不到我。Sit。喂。Take it。这支 vlog 就差不多在这边告一个段落。如果你们喜欢我这一支 weekend vlog， 记得帮我点一个喜欢，以及订阅我的频道。如果你们知道身边朋友是喜欢看这种外国的 vlog， 也欢迎将我的影片分享给他们。那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